又到 Postco 买了三样商品要来介绍，马上看看是哪些东西。第一款是我手中的这个焦糖脆片圣代，价格是69元。这款圣代的双层饮料吃起来有点焦糖咖啡香，然后搭配上它外面的巧克力碎片啊，就好吃的呢。肉脆脆的口感，甜甜的巧克力味，又有焦糖咖啡香，很 OK。可是吃久了有一个小小的缺点，会有一点奶精感。但是整体的口感呢，打分数我会给它大概7.5到8分。第二款是这个金酱烤鸡披萨，单片是60元。这款金酱烤鸡啊，肉眼上就可以看到烤鸡、红椒、洋葱还有葱，其他的呢，可能要边吃才能边感受得到了。吃起来金酱味没有想象中那么重，起司味比较重一些。我有吃到几片鸡肉，口感呢有一点烧柴，但也不到硬。如果想要吃鸡肉口味披萨的话，我才会推荐买这一款金酱烤鸡披萨，打分数我会给它7分到7.5分。第三款是这个黄金流沙乳酪塔，价格是399元，总共有12入，一个拿出来大小就大约蛋挞的大小。讲心得之前看一下里面，有没有看到最底下有黄黄的，那就是它所谓的流沙。这一款呢，它有推荐冷藏过后吃或者是加热以后吃，但我是常温下就直接吃了。那心得就是呢，乳酪塔里面多了一股奶黄香，如果平常月饼喜欢吃那种奶黄馅的人，我觉得可以尝试看看，不然我会觉得不用特地去购买这一款黄金流沙乳酪塔，因为12个399，我觉得有一点点的稍贵。打分数的话呢，我会给它7.5分。以上就是这次到 Costco 购买的三样商品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到 Costco 购买哦。喜欢我们影片，可以订阅我们频道，跟到粉丝团按赞，拜拜。